好，又是牙齿痛啊，又是牙齿痛，又是牙齿痛哦。我看到还是那个原来日本那个，他后来回到他们星球上，然后又过来了啊，又过来了，又过来了。他或许他知道了啊，他知道了这次要以那个喜马拉雅山在那个南太平洋要建岛啊，所以啊他。连忙获悉这个消息，可飞的乘了飞机过来去看一下岛啊！知道我，他知道很多情况，暂时我去不了嘛。他要告诉我啊，岛建得真漂亮啊！他说岛建得真漂亮，比日本漂亮多了啊，比日本漂亮多了，并他比他那个原来最后3个月在日本居住的那一带酒店那一带那个风景漂亮多了，漂亮多了啊，漂亮多了，漂亮多了。这是他之前想投胎过来啊，他想他，他想投胎过来，投胎以过来以后，生活到那个岛上去了啊。原来他是不愿意待在地球上，突然一下子又想回来了，又想回来以后，但是他又害怕啊，他害怕，再投胎过来就成了一个小女孩，我们年龄差距太大了啊，所以我刚才看到一个小女孩嘛，我说样子像小女孩嘛，我说她学会的动作嘛。学会的动作嘛，那个是投胎过来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好像，要投胎过来，要投胎过来，要投胎过来，想要投胎过来啊，现在问我说，下。你现在投胎过来，现在马上投胎的话，也是一个小婴儿。小婴儿的话，年龄通过差距太大了啊，年龄也差通过，差距太大了啊，哎呀，现在搞得我不知道怎么办啊，再商量，再考虑考虑啊，再考虑考虑，不是在你原来星球上，在造雨。宇宙扩张不是挺好吗？突然告诉我他宇宙扩张暂时这也暂停了，也暂停了哦，就是嘛，就前两天太阳四次工程以后，四次工程暂停以后，他那边也暂停了嘛。太阳四次工程一暂停以后，那个宇宙扩张也暂停了，对外再造也暂停。暂停的话，这段时间他也没什么事情来看。一听说我这边正在造稿，这个阎王就飞过来了啊，飞过来了。商量一件事啊，我告诉你一次啊，你呢，暂时不要投胎下来啊。你在飞碟里边，你从灵界就看到我们，你不是也挺好的？你看着我们一面面见识，不是挺好的啊？暂时只能这样了，不然那个，又苦了，哎呀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怎么办了啊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是这样啊，是这样。以前呢，可能信息也不能藏起来啊，原来信息不能藏起来。有一次呢，他突然问我，他说："那突然对我说，他说我们前世有没有是夫妻过？"我说："这不太可能吧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啊？"他非要叫我。叫我给他排，叫我给他，我拖了好久，给他排了一个，排的确实不是，但是那太出乎意料的，排出说来世是后来当这个我没公布，但这哪这样的巧，可能简直是我临牌过程当中，可能临界的开了我个什么玩笑，怎么之类的，我也没当一回事，
但现在正在找人了呢。哎，就，哎，我也觉得奇怪，当时排出来这个结果的时候，我也奇怪啊。这大家知道，那个灵脉当中是不能作假的，那个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是什么就是什么。所以说现在，哎。我跟你讲啊，当时排出来的时候说来世是未来，说不定哪个时候有可能有的是吧？没有说接下来马上下次就是，可能当时这句话没有强调一下子啊，只是说，来世有可能嘛。后来这个事情过了以后，让我着急了很久了，着急了很久啊，让我着急了很久啊，让我着急了很久，嗯。哎，我知道了啊，让我想想这，怎么办？我再告诉你啊，再打破你啊。现在是，正是，一个在灵界，一个在阳间，另外一个在灵界啊。趁着飞机过来了啊，昨天真的过来了啊，昨天过来了。难怪我昨天，看了以后，后来，难怪感觉。原来谁叫我出去，我肯定不会出去。昨天我连忙开的车，翻了几个山头都过不去。后来我车刚没停就回来了，回来再想想就加油去了啊，就我跑的那个，油也没了。因为那个山沟里边，你绕到山的对面去啊，也是到不了那个地方的，就相当于那个一片那个地方啊。应该这样讲啊，我在地图上告诉大家这个地形呢啊，昨天那个啊，那个绿色的，就是山里边有山沟的啊。那么我在蓝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昨天发生那个昨天出现飞利营的地方，差不多在这里啊。差不多在这里，后来呢，我开了车到，从这个地方绕过去也绕不过去，其他也绕不过去。如果其他绕的话，要从外圈绕到那边，要走很多路，绕到那边车也开不到中间啊。然后我为什么夜里呢没有进到山里边去呢？因为我们这边那个，法律上规定呢，太阳落山以后是不能进山的啊。太阳落山到黎明之间这段时间是不能进山的，所以。昨天我接了我女儿回来以后，我睡了一觉，起来的时候已经不早了啊，不早了，我连忙过去，已经过了那个时间段了，过了时间段我就干着急嘛。但是我不知道是谁，只知道飞碟开来了要找我的，那我就几次尝试换了几个路口，我知道人不能进山，但是我车开到尽量近的地方，但都是山沟过不去。或者就拦住了，就到山头就断头路了啊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啊，再见啊。